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分享一个 video。上个拜六好像我去我的 cousin 家，然后我的 cousin 拿我的相机，我用相机，他拿去，我 cousin 拿去拍，不知道他拍什么东西了。所以我现在我 play 那 video 给你们看，所以。然后就是没电。